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男孩，也是我本人，就是我在一个因缘际会的状况下，其实就是带着我 IC 旗下的团队，那就是无意间跟中兴这边有了串联，有了连接，然后我也带着我的 IC 的团队在中兴这边一起举办了很多活动，那合作了很多，交流了很多。然后我这边说 avoid bad group of people， 那其实这一群人就是在中兴这边的 Emma 啊、Leticia 以及 Karen， 就是主要中兴这三位。那其实因为对于一个我学生来讲，这个在这边交流的机会是很难得的，因为我很少会碰到，有人会这么热情、这么热心的来，很愿意跟我们倾听我们的想法，然后跟我们沟通，然后甚至是协助我们。所以那时候我就遇到了他们，然后渐渐的，就我跟他们透过私下的交流，我们就变得越来越熟。然后他们其实很不尝试，很愿意跟我聊天，就是这让我觉得有点稀奇，因为我以前遇到的一些前辈长辈，他们当然是很愿意。哦、不是长辈啊，sorry， 对，就是遇到一些他们还是很累，可是他们给我感觉这是一份独特的热情。那久而久之，我在中心就之后我就一有名义、一有借口，我就往中心跑，就希望多吸收一点这边的精气神之类的。然后慢慢的，其实我在跟、他们三位的交谈过程当中，其实我发现了这边其实有一个梦想。那这个梦想其实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心它创立的缘由以及它的使命跟初衷，其实就是数位内容传播。它简单来说，就是它希望统整整个南部的数位内容产业，然后让人才啊、厂商甚至是政府的资源汇整在这个平台上面。那未来希望当然能够甚至是连接全台湾的资源，甚至是接轨国际。那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社群，比如说像是我们 IC 或是创业台杠焦点这样的社群，其实这种更多的活力集在这个平台上，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经验。那这边我要提到的另外一个是，这个地方带给我让我觉得特别的地方是这三个字，第一个是 connection， 第二个是 interaction， 以及 innovation。 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，这个空间里面的所有人，其实我们彼此都被一条无形的线索连接。那这样连接线也许我们平常不会发现，可是无意间的，比如说像是透过今天的聚会，或者甚至是哪一天我们在这个中心无意间遇见，我们聊上几句，我相信这都是这个中心很乐意看到，而且愿意提供给我们。那当中当然包含很多互动，那最重要的是互动能够激发出很多创新的思维。那接下来我还要再秀另外一个单字，那这个单字其实叫做 supportive。那为什么会想出这个单字？其实因为我已经想不到有什么选结尾的字。我觉得另外想的就是 supportive。 那我这边要讲的其实是，我觉得中兴这边带给我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，老实说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了解这个中兴，他们是高雄市金发局底下的一个单位，那我一开始会有一个错误的幻想是，哎，那这边好像是就是一个公家机关，一个政府单位，那里面的他们应该就是像是公务员。我没有说公务员不好，可是我就觉得公务员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热情，他们是真的让我感受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很想在做一件事。所以我就一起去思考，然后我发现这边很独特一个地方是，这边的特别之处不在于这些创新的空间或是这些设备，而是其实是这里的人。我相信这是这边这个空间可能跟其他的 hub 跟其他的育成中心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除了有很好的空间、好的设备，我觉得是这里有独特属于我们很温暖的一个温度。就是在这边的人，相信只要大家有跟可能 Emma 他们接触过，都可以被这个温度所，就是你冬天嘛没错啊，就是你都不会冷。然后所以你设计的都刚那个不是刚刚那个其实是我就是 Google 随便找一下，我就来个 warm， 然后我就找到这个就觉得很棒，很贴切啊。对，然后那经过上面这些，我再把故事主轴拉回到当就我一开始提到那个涉世未深的小孩。然后对，那经过慢慢的讨论之后，因为我接下来要即将从 ISEC 的会长中山分会会长卸任，那其实我很希望能够一起跟在中心啊，跟中心一起合作些什么，然后一起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梦想。那经过我们其实经过很多次的对话谈话之后，其实我们有一个新的共识，就是我们想要
推动一个新的行动，一个新的计划，就是党告的志工计划。那这项计划其实现在就是它是一个草创的草案，一个雏形。那最主要这个志工计划，我们希望是提供另外一个像是小型社群那样的形式，我们把在更多不一样的人，甚至来像是来自大学，或是来自一些刚出社会的社青等等，都能够汇聚在这个平台上面。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，志工它其实我们来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，比如说好想跟很多业界的前辈们交流等等，而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心这样子的小梦想底下，我们能够透过志工的力量，把中心的服务动能提升到最高，让中心有更多的力量、更多的时间，能够去推动中心想要推动的每一件事情。我们想要成为就是中心的得力的助手，来帮大家，比如说办活动等等，这些就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做的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，就是我们一些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一梯次，就是一个草创，那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多修改。那这边就是我们可能第一梯次，我们今天早上刚进行完我们第一梯次的志工面谈。那我们一开始的可能工作内容会有像这些，所以未来我们在这个中心还会有很多见面机会。然后另外一个当然也是，等于是我们透过这个计划，又把更多不同的人又再汇聚到这个平台上面，那又把彼此互相连接这个线，这个网络又扩展得更开，那这就是我们乐见的。那这边我刚刚说的，就是其实我觉得中心原本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那经过我跟 Emma 的接下来讨论之后，我觉得志工计划是一个可以让中心变得更好，然后我们希望让中心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去推动每一件事情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在，虽然我们提的是一个梦想，可是我相信，真的要去实践的动力还是来自于我们有的行动，还有那个愿意去想新的东西。然后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志工计划接下来可以帮助，就是中心从 so good 变成 awesome。好，那最后这边就是刚刚那个社区卫生青年，接下来已经就是准备要。在中心这边跟着中心一起去完成接下来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。那我们对于这个志工计划未来的展望，它不会只有第一个梯次，就是当我们第一个梯次去初步营运试完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想法。那中心相信也会相信我们之后，我们彼此一起去共同讨论出更多我们可以为中心做的事情。那这四个虽然也只是我从 Google 图片找来的，可是我帮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串联的解释，就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，甚至是半年、一年当中，我们这个志工团队将会跟中心一起做一个更努力，让中心变得更好的一个计划。然后同时，我们希望，因为中心正在快速的成长当中，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志工团队能够跟中心一起快速成长，但是同时在快速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能够去让自己变得更强壮、更茁壮，然后把每一步的脚步都踏稳，然后稳定中去实践我们的梦想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